走的哦。绿色是我的花枝，哪有那么萌，对不对？炸药手刀，炸药手刀，对，炸药，不是炸弹。好，大家开始出场喽。哎，变蓝色，怎么变色了？所以，黄色的是炸药手刀，蓝色的是我的花枝，哪有那么萌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是我们的炸药手刀先拿到了鱼，双方的各倒一哦。啊，鱼死掉了，好开心啊！哇，蓝色打爆，蓝色是我的花枝，哪有这么萌，对不对？好，看来他们要从右边。哦，这个水刀没有瞄鱼，真是太可惜了。看起来我们的炸药手刀，哎呀，被阻止了。我连讲都来不及讲完，全灭了，炸药手刀全灭了。现在是我的花枝，哪有那么萌，对不对？哎，不是吗？我讲反了吗？那我决定讲颜色了。好累哦。黄色在右边，鱼被孤立了，非常可惜，被打掉了。蓝色开出了落地，打鱼打成啊啊！被撸到了。啊，请怨念摄影师，谢谢。哎呀，可怜的中滚，哎呀，可怜的黄色，哎呀，大家都打光光啦，剩下蓝队的两个人，哎。这个偷袭会成功吗？啊！互杀！哎，这时候我们的画皮在这边打鱼啊，死掉了！太难过了哦！一个人努力的冲冲哦，冲冲冲啊！这个我们的蓝队过来守下来，有吗？啊！可惜这个偷袭没有成功，画皮就哎。继续攻击，继续土地。目前鱼没有人想理它，很可怜。你们的鱼，这样子。哦，黄色来偷袭，鱼要即将重生在中间喽。好，鱼重生在中间了。黄队已经开始在铺路，然后双方有三个人跟两个人在中间抢鱼。哎、欸，阻止对方抢鱼，鱼是我的，不要拿。哎，这个对象啊，失败，黄色要继续攻破了，对面已经倒三个了。哎，一个水刀掩护，阻止对方的进攻。哎，黄色继续走的左路，怎么不利用长枪者呢？太可惜了，被守下来了。嗯，黄色队打算从中间后面绕后进行攻击。哎，铺路中。鱼直接选择自杀，让鱼重生在中间。可是中间都是黄黄的呢，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好累哦。真的很累耶。鱼啊，黄色非常努力的进攻，有一位来守鱼了。啊，被鱼给打死了。这个落地，右边啊，可惜。蓝色非常努力的在守下这个进攻的攻势，可是地板都是黄色的，实在是有点难进攻。哦，从天而降一个花枝！哎呀，黄色爆，是不是有人跳楼啊？哎呀，这个停车场真是充满了各种坠楼意外，这就是停车场难打的地方。大家都死光光了，鱼附近没有人。好，你有放 B 扣在防守点，太棒了！哎哎、欸欸，蓝色的上不去呀、啊，大大，蓝色的，这个鱼好艰辛啊，它只不过是想要上去传送线而已。
欸，黄色的努力的在铺这个左路，看这边有放一个传送点。哦，原来是他们家哦，欸嘿，充满着坠楼意外，已经倒数喽，八。太可惜了，这样摸不到鱼啊！加油加油加油！哦哦哦！哎呀，是又有人坠楼啦！哎，是的，接下来是我们黄方起的胜利，各种坠楼意外。是的，哎，手炸药手刀取得了一分。那我们哦。有没有觉得变得很蓝的感觉？我讲反了，讲反哎、欸。好累哦，我不想当直播员了。哎、欸，这一场是推塔哟。这张地图叫做什么来着啊？造船厂。造船厂没有错，是造船厂。嗯，我。所以有星星的是炸弹，炸弹。炸药手刀，对不对 ？K 开头就是炸弹。啊哈哈哈，了解了解。我还是认星星跟 K 好了的，不然我又讲错。好累哦，真是负责讨论气氛而已。大家把声音关低。嗯，好的，现在双方都出现了。我们的绿色是我们的炸药手刀，而紫色呢是我的花字，哪有那么萌，对不对？好嘞，双方各自都要往中间慢慢移动。哦，右边有个冲锋站，真的很累，你讲话是看你讲吗？哇，全灭了耶！炸药手刀全灭了，非常可惜，这样子对方就有一段时间可以推进。哦，我们的花枝哪有那么萌，对不对？非常努力的往前推，几乎把，哎呀，可惜这波进攻应该就到此为止了。接下来就轮到绿方的进攻，好、哦，两个大仓鼠球，嘣，有炸到吗？好像没炸到耶，有点可惜。哇，一个人掉。哦，这个棒，这个棒，哎，有个下雨，哇，紫色全灭了，紫色全灭，现在又变成绿色，对，我来，我可以，加油加油，绿色推一波，一个水刀掩护，哇，现在人数是3-3。附近没有队友了，他没有队友了，倒闭！啊，可惜可惜。哦，队友补上了，队友补上。哦，传送点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？哦，死掉了，死掉了。哦，难过难过。哦，这成功手下打上面的人，啊，慢慢的回到了中间。目前地板看起来都是紫色方的。喂，水刀啊，水刀就这样被打掉了，很可惜。那我们刚补上中间前进，哎呀，好拍好拍，哎呀，死掉了，太难过了，好累哦，真的好累、哦。中间的地板目前都是紫色的，哎，哎呀，被后面的紫方给打掉了。
钢笔，由上往下进行一个非常有压力的攻势，真的好讨厌哦！我、哦、掉下去了，坠楼！高调坠楼。哎呀，是年蛋，吓死人了！快后退！哎呦，差点死在滚筒的手下！哎，哎呀，我讲不出话了！小鸡，哦哇，仓鼠球掉了下来，哦卡住了！哇，还是照样炸人，我卡住还是可以炸你！哦呦，这个对。绿色现在墨水很多，哦，有个饭团啊，什么都没有，哎，不客气。现在绿色的压攻势非常的猛烈，仓鼠球又出现了，可不可以炸到人呢？啊，这个水刀眼目又加上炸仓鼠球，真的是太可怕了。啊，可惜，非常精彩。我要去喝红茶，休息休息。耶、yeah, ，我要去喝红茶了。